1593集。不行，即便我接受现实，心如止水，但也得为小道士着想，不能让他过早的就没有娘。楚风心中咕哝，当然幸好没有说出来，不然六耳猕猴彭万里知道后肯定要撇嘴并大骂，心如止水个毛线呢，分明是给自己找借口找理由。曹德，瞧你这点出息，眼睛都直了，能不能不要这么丢人？弥天扯了扯他的袖子，在那里没好气的小声提醒他，别盯着人家看个没完，注意影响。然后他又脸色难看，幸亏我坚持住底线，没让你和我妹妹走得过界，看你这双桃花眼，太可耻了。楚风一听顿时不乐意了，他哪里有什么桃花眼呢，而今怎么看也是英俊而朝气蓬勃，猴子这也是故意埋汰他。猴啊，你真不地道，我跟迷青情投意合，你这是要棒打鸳鸯。我告诉你，别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，不然你哥哥迷黄可不答应，你妹妹迷青也恨你。曹，你说什么呢？猴子急眼，真想揍他。那你别在我这儿叽歪，你都看到了，那青衣仙子对我回眸浅笑，千娇百媚生，你为了阻止你妹妹与我不清不楚，现在也应该离去，把我推向别人才对。行了，你别在这儿当灯泡了，掺什么乱啊。曹德，你这没脸没皮的混账。猴子气的是牙根都痒痒，转身不想理他了。他暗自腹诽，那青衣仙子对谁都态度温和，那是独对你自己吗？然后他就看到楚风果断地凑上前去了，不知道说什么，跟青衣仙子相谈甚欢，一副热络的样子。这片地带紫竹林成片，精粹弥漫，连岩石都流淌霞光，宛若天尊秘境，说不出的祥和与安谧。自从第一眼见到仙子，我就觉得特别亲切，像是认识了许多年，让我来到战场后因为厮杀血战的浮躁的心都一下子安宁下来，真是奇怪啊，难道我们以前认识见过吗？楚风嘚吧嘚在那里一通乱说，他觉得哪怕他现在是以青狮为主，但也有秦洛音的部分性格，尤其是他记得小阴间的旧事，所以接下来楚风谈的兴趣爱好等都是他了解到的秦洛音的喜好，想通过这种先天上的了解来拉近关系。青音笑容温和，风姿倾城，起初也是客客气气，出于一种礼貌和他对话，但是很快就颇感意外，因为两人居然聊得很投机，各种观念相近，引然间触动共鸣。猴子、彭万里、逍遥都站在远处，等着看曹德笑话呢。因为他们可是知道，这位天仙子般的女子看起来性情温婉，很恬静，但是真正接近之后才知道她心中傲，高不可攀，连那些绝顶神王都碰壁了，在她那里受挫，不甘心地退走。嘿，你们说曹德一会儿是灰溜溜的退走，还是恼羞成怒最终被人警告啊？他性子那么急，公认的暴躁哥，别因为一时激动言行过分而被人扔出去。猴子、彭万里几人在谈论，然而不久后他们狐疑，接着傻眼，那两人居然相谈甚欢，越来越投机，那位来头神秘的天女青衣竟在邀请他坐下，还敬了他一杯茶。曹德真没看出来，脾气又臭又硬的德子班居然能让青衣仙子另眼相看，大爷的没天理呀。猴子在那愤愤不平不满地叫道，他还没我英俊呢。这你就说的亏心了，怎么说他也比你光溜，你看你这一身毛。大鸟，你说什么呢？故意针对我是不是？物种进化，万族竞逐，我这是最强姿态，从血统与进化的自然意义上来说，我现在是世间罕有的美男子。彭万里不吭声了，
觉得这猴也很是不要脸。都过去一刻钟了，他居然还在那里口灿莲花，真没看出来曹德的花花肠子不少，连绝顶神王都无法接近的青音仙子为他破例，对其笑语嫣然，风姿惊艳，太少见了。哼，这个曹德是个花心鬼，不是好东西。这时迷青开口，难得的不空明了，语带不满，脸上缺少平日的甜美笑容。一转身，他向不远处走去。彭万里低声说道：猴，情况不妙，你妹子这是过于关注与在意曹德吗？这反应可不太好啊。猴子不爱听了：我妹妹可没那么肤浅，曹德还没我英俊呢。再者说了，族中的老家伙似乎有了目标，为他挑选了合适的道侣，有天大的来头，可能来自……不能说。很快楚风不爽了，因为他和青音的第一次愉快交谈被人打断了，正是三头神龙云拓。他一头金色长发垂到腰部，长相很英俊，淡淡的开口：人要有自知之明，不要再缠着青音仙子，他是龙族却变异了，本体拥有三颗头颅，天赋惊人，实力极其强大，不然的话也不能登上那张名单来汲取荣道草精粹。他跟十二翼银龙关系很近，同为龙族成员，对曹德相当的反感，现在就是故意找茬。三头神龙云拓挥了挥手，像是赶苍蝇一般：别在这里打扰青音天女，赶紧走开。楚风顿时不高兴了，他这是在为孩子找娘呢，这头龙虾掺什么乱呢？哪怕你是神级的也滚一边去。我最喜欢屠龙了，前两天刚毙掉一头十二翼银龙，你觉得自己脸大是吧？楚风冷淡说道。他拥有火眼金睛，自然能看出云拓的本体居然是三颗脑袋的金色龙族。你说什么呢？云拓沉声喝问。楚风心情不佳，这头龙真是掺乱，他早已感觉到青音很难接近，若非他了解其前世性格爱好等，不然的话哪里能这么愉快地交谈呢？他好不容易利用先天优势，在其圆满的心境上投下了一点光，希望以后可以触动到，真正引发共鸣。可是现在被人打断，以后说不定很难有这种机会了。果然，青音的瞳孔略微收缩，而后刹那平静下来，心如止水，而且有些警惕。他觉得很奇异，刚才居然和这个名为曹德的少年聊得这般投机，这是有目的性的针对他而来吗？楚风第一时间感受到他情绪上的变化，顿时更加不爽，看向三头黄金龙云拓。说的就是你，滚，消失！谁在屋里敢在此地放肆，不得喧哗！有人斥道。九头鸟族的人也出现了，而且更为厉害，是一位神王，名为赤峰。他一头赤发披散，眸子冷冷地扫视了一眼楚风：滚一边去，这里哪有你张扬的资格？你们一个个都装大瓣蒜呢，有本事咬我呀。楚风叫板一点也不害怕。楚风不怕，反正此地有规矩，同属雍州阵营的进化者不得在联营中恃强凌弱，不然的话就会被严惩。相反，低阶小修士却可以主动挑战高层次的进化者，视情况而定，还可能会被鼓励给予奖励。因为能挖掘出跨大境界而战的天才，以下罚赏，那是所有老家伙们都愿意看到的，需要这种天纵奇才。你在跟我说话，想死吗？九头鸟族的神王赤峰寒声说道，连瞳孔都变成了暗红色，非常的可怕。一瞬间，无形的压力就要爆发开来。谁敢乱来？就在这时，一声苍老的断喝传来，赤峰顿时一声冷哼，收敛了神王气息。
有资格来到这里的神王潜力都强大无边，又成为天尊的可能，所以赤峰这样的人十分自负，也很骄傲，即便被暗中的老者呵斥也不怎么在意，他觉得早晚能冲到那个领域中。本集已经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请您多多点赞评论，喜欢请订阅此专辑，转发到朋友圈，谢谢。